EGR 到底是什么东东？简称来说就是一个马达，它控制废气在循环，没有了它，我们的地球很快就会拜拜，但是有了它，我们车子就会伤风咳嗽，我们车主就会七孔流血。详细的功能我不多说，你们自己 Google。 如果已经了解这例 EGR 的朋友，肯定是有故事的人。这个正在测试的是好的 EGR。现在我们是另外一例坏的。进的时候卡着了，所以车子就会亮故障码。如果有用脑思考的，肯定会想到可能是积碳导致阻塞，马达受阻过热导致马达受损，建议把积碳清洗干净，一起把 EGR 换掉，不然的话，除非你很有你 EGM